供他的视角。丁仲礼，53岁，浙江绍兴人，200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2008年1月任中科院副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古气候学、第四纪地质等。2009年12月7日，举世瞩目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来自192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加这次大会。由于2010年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行将到期，国际社会希望在本次大会上对下一步温室气体减排达成新方案，就2012至2020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达成一项新协议。然而在历时近2周的会议中，参会人数已经远远超过了官方注册的15000人，会场内外硝烟四起，一片喧嚣，直到接近尾声的时候仍然没能达成共识。这次哥本哈根给人的感觉是一直在尖锐和激烈的争吵，到底在吵什么？问题啊，很简单，就是今后不同的国家还能排放多少二氧化碳？这个排放多少背后的实质又是什么？简单一句话就是说，这个问题是同能源问题连在一起，同你的发展问题连在一起。所以说，争半天就是我还能排放多少，我还能使用多少能源，简单就是这个。那您的意思是说，这个排放权意味着未来的发展权利？这个是肯定的了。这个排放权对于普通的国民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生活的改善嘛，意味着这国家的发展的你的福利能不能进一步的这个增加嘛？也意味着你有没有工作啊？排放权的分配追本溯源，还要从 IPCC 评估报告说起。IPCC 第四次评估报告表明，在全球普遍进入工业化的近100年来，地球地表平均气温升高了0.74摄氏度。全球气候如果升温1摄氏度，澳大利亚大堡礁的珊瑚就会全部死亡；升温2摄氏度，就意味着格陵兰岛的冰盖彻底融化，海平面上升7米。基于 IPCC 报告对于气候升温的预测，哥本哈根会议提出，相对于1750年工业化前的水平，全球平均气温升高2摄氏度是人类社会可以容忍的最高升温。所以一定要在本世纪末把地球增温控制在2度这一安全值范围以内。但丁仲礼认为，这里所说的2度只是一个价值判断，并非是科学判断。许多人都把它理解为是一个科学的结论。这个2度是怎么来呢？2度是计算机模拟出来的。这个计算机算就是相当于三明先生的那个水晶球嘛。他不会去考察地质历史时期的时候升温降温时候的那些变化，他就计算计算，算完了以后得出一个结论：假如升温2度，就会产生这个多少多少物种的灭绝。这是英国人有一个研究小组做的，这个结论就是马上很流行了，流行以后那就是变成一个价值判断了，就我们不能让它再增温了。那如果说它模拟计算出来这一切是可信的话，那不就是也是一个依据吗？你怎么知道它可信？我们几乎是信仰实验室里所有依据数据。它不是实验室，它是计算机。你怎么知道它是可信是不可信？丁院士，我们当然知道科学界有反对和怀疑的声音，但是给我们的印象是，因为 IPCC 的这样的一个研究的组织，它也是各国的科学家在一起拿出一份报告，而且也是因为有这个报告做基础，全世界的国家会到那儿去开一个气候的大会，所以给我们的印象它是得到了主流科学界的认同的。科学家有主流吗？我们理解的主流是科学家是根据这个人多人少来定的吗？科学这个真理的判断。丁仲礼之所以强调这只是一个价值判断，是因为他认为在 IPCC 报告原文中并没有100%的确认气候变暖
就是由于人类活动产生二氧化碳带来的结果，也没有精确的数据表明二氧化碳到底对气候变暖有多大影响。但是对于未来排放空间的计算，却要建立在二氧化碳升温效应的基础上。根据两度阈值的共识，到2050年，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最高峰值只能控制在450ppm 以内。也就是说，到2050年，全球二氧化碳的最大排放空间是大约8000亿吨。当我知道了二氧化碳排放的这个总量以后，我就马上意识到这个数量是非常非常小的。也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我打个比方，我们现在是人均排放1.4吨碳，哦，是碳，不是二氧化碳。二氧化碳跟碳是有个3.67的这个系数。如果是450ppm 这个目标定下来以后，那么今后的人均排放量只有是0.8吨碳。就是这是一个天花板，对吧？对，就说一下子你的掉下来，就是从1.4到0.8，这个是人还不能变，就是还是65亿人口来算。如果是人口还要增长的话，那么你这个数字还要往下降。哥本哈根气候会议提出7种减排方案，发达国家率先制定减排指标，其中暗藏哪些玄机？他会认为说，我给我自己定指标还不行吗？那当然是不行，你定指标就是你要切一块更大的蛋糕嘛。利益各方进行博弈，该如何建立公平的国际责任体系？您理解的这个公平的概念是什么？人与人之间应该有一个大致相等的排放空间。面对面柴静专访中科院副院长院士丁仲礼，正在播出。哥本哈根气候会议前， IPCC、 G8、 OECD 等国际组织或科学家提出了多个全球二氧化碳减排的方案，特别是 IPCC G8 方案对发达国家规定了减排的具体目标，对发展中国家没有做具体要求。但丁仲礼认为，这些看似公正，似乎是在照顾发展中国家的方案，却是暗藏玄机。不过我是看到这次 IPCC 的方案当中并没有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提出要求啊，他并没有要求你减多少，不是吗？他是确实是没有对发展中国家减排设定这个绝对量的，他对发达国家设定了量，这个中期2020年他要25%-40%的减排，到2050年要有80%-90%还多少的一个减排，它是有这个数据。但是它有一个总量，全世界就是含有大概是8000亿吨的二氧化碳可以排，那么等于这个蛋糕的数量是定下来的。那么 RPCC 对发达国家有一个定量的排放的控制，那么就是等于是先它定量的切走一块蛋糕，这就明白了吧。这个切走的蛋糕它不是很大， RPCC 不是很黑啊，它的蛋糕是2.3倍。这2.3倍什么概念呢？也就是今后发达国家的排放，人均的排放的全是发展中国家的2.3倍。我们说这个二氧化碳是累积起来的排放是吧，那么前面还有这个差别呢，前面的差别是多少？前面差别是7.54倍。您指的是历史上的差别？从1900年到2005年，这105年之间，发达国家的人均排放是发展中国家的7.54倍。但是 IPCC 这个方案它是不算过去的，它只算当下，而且它认为发达国家率先减了，减了80%还不行吗？就说这里面我们就是先不跟他去争论。咱们先把以前的事放一放，那我们就看今后减排，就这个词说起来很好听，同我刚才讲到的排放权分配是一回事，这个很好理解。8000亿吨的蛋糕是定下来的，尽管减80%一步一步往下减，但是你基数大呢，你的基数是发展中国家的4.8倍，你就往下要怎么切蛋糕，它就马上就是切走是你的2.几倍了吗？所以说
这里面是包含了一个非常大的陷阱。陷阱？嗯，这是一个陷阱。如果是今后的排放是一个非常严格的国际上的限制的话，那么这个二氧化碳的排放权就会变成一种非常非常稀缺的商品。就是你想要排就有可能得买，你要不够排你就得要买。就说如果是你承认二氧化碳排放配额，或者叫排放权是一种稀缺商品的话，那么这个8000一吨里面蛋糕分配的过程当中，真金白银，都分一点，多少分一点，是多大的多大的利益。从这张图表中可以看出，发达国家在过去百年间的工业化进程中，人均累积排放量远远超过了发展中国家。由于基数巨大，发达国家在此基础上承诺的减排指标，实际上为自己明确了还是相当大的未来排放空间。当然我们也看到，就是有发达国家的首脑在当时就表达了也比较强烈的意见，他会认为说，我给我自己定指标还不行吗？那当然是不行。你定指标就是你要切一块更大的蛋糕吗？那我可以这样定指标行不行？我以后的排放，我人均排放跟你一样多，这我不过分吧？我历史上比你排少排很多吧？那今后的40年的排放，我跟你一样多，或者中国说的更白，我从1990年到2050年，我的排放只需要你的人均排放的80%就行，那行不行？那他会觉得说，中国是个人口大国，你这么一乘的话，那个基数太大了。那么我就是说问你了，那么就是说中国人是不是人？这就是一个根本的问题了。那为什么中国就中国的这个就是同样的一个中国人就应该少排？你这个算是以国家为单位算的，还是以人为单位算的？也可能他会觉得说，那现在常规的算法都是以国别计算。好的，那么行了，那我就不跟你算了，我没必要跟你算。为什么？那就是说莫纳哥多少人，那我们中国跟莫纳哥比行不行？讲不讲理嘛？他现在提出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不管你是人均还是说贫富，现在只以碳排放大国为界限。我可以承认我是碳排放大国，那你给我们一个数，我们该怎么能排多少？你发达国家你要排多少？你为自己分配了一个数了吗？不是，你这个80%就是分配了一个数了吗？你是把你分配的大比我们分配的小，是不是？那我就说，我们如果是一样的行不行？根据基巴的方案，它27个发达国家切走的是多少？切走的是44%。它多少人口？它11亿人口，余下的人55亿。分56%的蛋糕，那么你说公平不公平？他这个方案可能完全就没有按人口来计算。薇薇穆克尔本人这个方案公平不公平？要我没有机会，要我有机会，我要问问发达国家的领导人本人，你觉得这个方案公平不公平？那现在除了 IPCC 这个方案之外，不是一共有7个方案吗？嗯，有没有一个是？没有一个。RPCC 的方案还是最好的，其他的方案是越来越黑。中国科学院对这7个减排方案进行了评估，他们认为这些方案为发达国家设计了比发展中国家大2.3至6.7倍的人均累积排放权，而且都没有考虑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历史排放差别巨大的事实。根据丁仲礼的计算，如果按照现有的几个方案，中国的排放空间只能支撑大约10年，也就是说从2020年起中国就需要购买排放空间了。2009年12月16日，作为中国代表团科技顾问，丁仲礼在哥本哈根气候会议的中国新闻与交流中心发表了演讲，直接指出这些减排方案有失公允，而且很激烈地表示，如果这些方案成为国际协议，那将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不平等条约，在道德上是邪恶的。您现在是在直接指责 IPCC？ 为什么不能指责？科学就是可以批评，既然你承认你是科学，你就要坚持地做人家的批评。
我在中国科学写的文章，我就是直接批评 IPCC 的。而且我看到您的措辞其实是很激烈的，有这么严重吗？那你算账啊。假如告诉你，中国今后从2020年以后，每年花10000亿人民币去买二氧化碳排放权，你会怎么想？你觉得公平不公平？科学家在谈论一个科学问题的时候，为什么要用比较激烈的、带有情绪色彩的字眼？这样是否合适？你批评他们的方案不公平，他们是不会理你的。所以我必须用非常激烈的语言引起别人的重视。当时您在那个大会上演讲，明确提出这些观点之后，场上有反应，有什么反应吗？场上就是有一个美国人，他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他现在的问题呢，就是说我们可能要考虑的是怎么样的一个行动的问题。您怎么回应的？中国该怎么行动？那么我就说呢，我也同意。行动是第一的。我说中国很简单，我说要如果是我要我对中国政府的建议，中国政府应该制定一个雄心勃勃的长期减排放的承诺。这个长期排放的承诺就是一句话。什么话？从1990年到2050年，中国的人均排放量坚决不超过发达国家同期水平的80%。不管你怎么减排，我都要比你少，并且我一定要做到。并且你发达国家已经把所有的基础设施建完了，中国还没有建了很多。那在这样的发展阶段背景下，中国应该提出这样的方案，让全世界看到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我们要比你们雄心勃勃多。后来美国人也没这办法给我争了。后来一个比利时的人告诉我，他说你的回答得很好，他很赞成。在哥本哈根气候会议的最后24小时里，一份不具备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作为被注意到的文件记录在案。在这份协议中，各方同意了全球增温应低于2摄氏度，发达国家减排目标的具体数字没有被写进协议。各方希望在今年年底召开的墨西哥气候会议上能够达成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公约，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取得更大的进展。丁仲礼认为，要建立起国际责任体系，必须是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您理解的这个公平的概念是什么？什么是公平？我对公平的理解，我把排放权视为发展权，视为基本人权。所以我就说，人与人之间应该有个大致相等的排放空间。你看，您原来研究古气候的，都一直很专业的科学家，但实际上这次气候谈判，你一直是在做政治解读，甚至在提出很多的方案跟策略。别人对你的这个身份提出一定的疑问，觉得适当还是不适当？您觉得呢？你就说我搞科学研究的就不应该去了解这后面的政治。这倒不是，他们可能会觉得科学家甚至不应该以国家利益为前提，而应该比如在人类共同利益的这个前提下去制定方案。我没有否定人类的共同利益啊，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保证发展中国家的千年联合国的千年发展计划落实，这难道不是人类的利益吗？这是国家利益吗？这是个人利益吗？我从来没有这么想。假如像您所说的，现在这个方案发达国家又不接受的话，如果他就这么拖下来，这几年下去会不会就情况变得更糟了？我很乐观，我是地质学家，我研究几亿年以来的这个环境气候演化，所以我很乐观。这不是人类拯救地球的问题，是人类拯救自己的问题，同拯救地球是没有关系的。地球用不着你拯救，地球温度比现在高10几度的时候有的是，地球二氧化碳浓度比现在高10倍的时候有的是，地球都是这么演化过来，都好好的。毁灭的只是物种，毁灭的只是物种，毁灭的是人类自己。所以是人类如何拯救人类，不是人类如何拯救地球。到底能不能
拯救自己，我们最核心的东西究竟取决于什么？取决于文化文明，人类在这个应对各种挑战的时候啊，能不能有一种更有包容性的、更有弹性的一种文明的产生，或者是我们现有文明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发展。前两年我们经常会听到一种声音说，气候问题太重要了，所以我们不能够再花时间去讨论了。但是现在有另外一种声音占了上风，人们说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太重要了，所以我们不能不去花充分的时间去讨论，因为充分的讨论才能够意味着让不同的学术观点呈现，也才能够意味着让不同的利益方来开始博弈。我们都知道，这样的博弈、交锋、碰撞、呈现，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接近共识。我们都知道，真理来自于此，而公平也来自于。